Hey everybody， 我们现在有一位工程师，然后找到一位图书管理师，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合作。那还我们还有去跟那个格兰伟计划的成员牵线，就是我们应该会一起共用编辑这个资料，然后去呈现我们的 UI， 就是除了本身我们备份的 PDD 资料之外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享盛举来加入我们这样，谢谢。哇，好快！太快了吧！